挑战。那这一次呢，我们结合了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一个皮肤珠宝设计师的运作，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哪些设计师呢？首先可以看到黄光辉，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台湾珠宝事务设计学会现任的理事长哦，林慧娟。好，再来就是黄慧玲大设计师，我每次都说他是这个叫做这个学霸型的设计师。林志忠、陈玉婵、设计师，还有黄灿阳是前理事长哦，还有周宪，哇，这个文石大师喽。好 ，OK， 很多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哦，这是。刘若英，对，他哥哥也很有名，就是现在在演讲的刘若英大师的妹妹。一家族都是设计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也是理事长陈盈盈，还有对，就是这边刘若英，刘若英，前任理事长罗秀娣，这个钻石王子，有哦，还有慧玲。好，那我们看整面墙，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些作品，哇，好厉害哦！真的，都是这些设计师们，亲自手绘的哦。好漂亮！我也好希望我可以画出这么美丽的作品。好，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华南银行三楼松仁路123号三楼来欣赏这么多看精彩的设计师的作品。一整面墙都是，好，就不一一介绍了。好，有很多他们的手绘啊，一些成品的照片啊，来，你看他们怎么样绘图出来这些工艺，这些好棒。好，那厅呢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对，然后呢，里面都有非常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可以为大家介绍哦。就在这个厅里面，15位。台湾非常知名的设计师，看在这个厅里面为大家集结了所有的作品在这边。我早上有带贵宾来，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 amazing， 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设计还是在很多的这个世界舞台上面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抢手的。好，欢迎大家来到这边，很多的设计师。好像现在有客人呢，打扰一下。那有没有要介绍自己的？稍微要不要介绍一下？黄大师，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可以举一些来介绍一下。我专门做复合媒材，原本是做珊瑚雕刻，是，那现在是做背雕复合媒材。原本是复合媒材嘛，珊瑚。OK， 好，那你要举一两件。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展览，因为展览我也有在做，所以我另外做的是这样。然后，但是我现在这件就是珍珠贝，然后结合珊瑚的雕刻，然后它的创作类似锦鲤。锦鲤，好，做成那个胸，那个这个，象征是好，不认识的 ，OK， 好，谢谢黄大师。那这个这两样，就是李老师，介绍你是点翠，点翠是那个羽毛，羽毛去香砍的，好，去贴上去的，是。然后把它再很多都是老的东西啦，是老东西，然后再去用新的工艺去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蛮完美的艺术品这样，那也可以佩戴这样。那这边的话，手工，对，手工的编结，这就是我自己就是编的，用手工去编，然后做成这样子。对，就是我设计的。大名是林志忠。有像，帅哥帅哥，姐姐厉害。对，来，怡怡理事长，我要介绍一两样。哇，我们又见面了。可以吗？不好意思，打扰你用餐，大家忙到现在才用餐，哇，2点半了。对。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是台湾蓝宝，这些都是设计师的作品。那这些台湾蓝宝的等级呢，是都是在
动植到玻璃质地之间，然后大件的作品都是唯一的一件，那每一个的话都有它的一些设计的理念，是，然后都是全美的版型。那其中的话，我主要是介绍这一件荷香月色，对，这个是将近50克拉的台湾蓝宝，是里面最大的一颗，那里面的一个诗情画意的一个写实，它是一个荷花池的一个夜色。台湾蓝宝戴了之后会让心情放松，可以调节情绪，而且会让人看起来更美，因为它很衬肤色，就是心情也很纯净咯。谢谢尹大师执掌，谢谢设计师，谢谢。待会好了，有客人，我们就等一下。来，叫什么？钻石王子，哪里？帮他介绍什么？叫什么？我们本来做钻石直播，然后我们麦克风拿到，我拿。那我们这次是因为台湾珠宝师设计师学会，我们16位非常强的设计师都有来参展。那我们这边的设计师他有他的。那个我每次看到他，我知道哪里。你去代表钻石。钻石对。那个其实仔细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师学会的设计师都非常强啊，他们的作品其实有的有文化底蕴，对，有的有艺术底蕴，然后有的有那个工艺的底蕴。那我本身是比较商业的东西，那就是做裸钻跟一些成品，其实都是比较商业性。所以这次呢，我就邀请了两位新锐的设计师的设计在这里。那都非常年轻的设计师，黄威设计师跟周月荣设计师，对吗？这个我觉得还对。然后他们这个的设计是那个流动宇宙，它就是以钻石对，然后去在宇宙的神秘，在它的宇宙进去做它的设计。然后这个是黄威，它这个是一个水瓶，然后水瓶我们用一个水滴钻，它的水滴钻其实是可以动的，对，然后就是水瓶里面的水的意象，对。那我等于是根据他们两位设计师做这个成品，然后这样子就比较符合这个展的一个概念，对吧？那所以其实也很需要遇到你这样的财团，没有财团，对对对，所以你会被招楼啊。对，要像沈老师这样子，就是常办这样的展览，对，让我们大家有机会能够曝光，对啊，对啊，非常谢谢沈老师，对啊，人气小强棍哦，对，谢谢您，对，这个好给宝爹，对。我昨天晚上在布展就看到这个，我有对这个这个是那时候我一个月要去捅了，它材质捅，它有烧生机，有烧过红剂吧，是，绝对是，阿龙就喜爱，我喜爱它。哎，这个汤匙，好，麦克风拿到了，麦克风拿到，管这些人了。茶肉，那我用很多米单，有很多。一个去打洞，一个去打金门，它蛮疗愈的。它泡茶各式各样的火都可以泡，对，它就可以去泡吗？对，过滤用，它过滤用，对，是，对啊。这是我金字塔是必晶体，它必晶体其实它蛮疗愈，它是用等边60度的去做出来的，跟金字塔比例是1:1的，完全把1:1的等比例缩小，对，我知道的。比较有能量的感觉。对，我们待会再过来，因为刘大师快演讲完了，我们先要去，待会过来，我们先去照一下，来，那边先不要停，对，不要停了，马上，有现场有人在演讲，刘佑玉大师，好，哎，那边老师那边。设计师协会的理事长，变成这样，这个东西是你手做的原创，你永远就只做那么。
少一个2000块。但是我相信台湾少比较经济，哦，这我相信，因为他们概念是为工业而服务，而不是为我们珠宝而服务。那我刚刚讲说，扫描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再怎么去，哦，他说请勿拍照，就是我刚刚讲说，回到那个电脑。上面就是手工线，换成怎么样怎么弄都不管你，啊，这是你自己手工的。请大家看我刚才说这个是银元笔，我是举例，银元笔是可以上网的。待会再来介绍设计师馆的另外一半的设计师。我为什么举例这个？因为刚刚我。